应该是没男朋友吧？没男朋友犯法？我小的时候，还有想长大以后要当一个医生，把全世界的人的病都治好。这个邢科磊私底下怎么说他呀？据说他特别凶，稍微有点轴吧。还挺实在。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的主教官邢科磊。10到15分钟，罚跑15圈。训练结束以后，把厕所扫。米医生，您被开除了。我来也不是为了混张文凭，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。随便您。这简直是太阴险狡诈了。你这个不服输。你邢科磊不是一直爱情绝缘体吗？怎么了这次？米医生，要不然我送你吧，晚上骑车都不安全。就我觉得我每次碰到你，李凯。更不安全。哦，他其实真的喜欢你。2年前我遇到过劫匪，闭嘴！当时情况特别危险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特警叔叔跟我说：“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。”特警叔叔？啊，你是不是记错了呀？有那么老吗？哎，你这人脑回路怎么那么奇怪呢？没看我大脸，我们特警执行任务都要戴面罩。我梦见年前的那个特警跟邢克雷长得一模一样。你说你这么多年不谈恋爱，不是真的就为了那个特警哥哥吧？帮我把这份礼物转交给当年想意识全世界的小女孩，被她守护的感觉真好。你手不是受伤了吗？我就想装个可怜，能不吃这一套吗？你什么时候喜欢我？第一次见面吧。你穿着围裙真可爱。上次你说送向日葵是因为你脸大，我特意选了一个小的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陪着你一起面对。你不陪我面对，你还想干嘛？打死！哎，米医生，最近我这个身体啊，感觉有点肿胀，这是不是什么术后的不良反应？你看一眼。这是术后正常反应。不是你看看，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，一块一块的。